哎，想，你这要干嘛去啊？不带着我？见我闺蜜。见闺蜜，画这么精致，看来你这闺蜜比我重要。怎么连我闺蜜的醋都吃啊？哎，你等会儿，这什么？这么香？试用装口红呀。天哪，你这用的都是什么？哇，还这调色盘，这都这么破？什么调色盘？你见没见过女孩子化妆品啊？你这个盖儿，这都坏了。你这化妆品都是从垃圾堆捡回来的吗？哎呀，宝宝，咱家不至于啊，有钱，大不了我下个月零花钱不要了嘛，都给你买化妆品，行吧？哎呀，这哪是钱的问题啊？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都那么肥呀，不得用完吗？那你给我买这么多鞋，我也穿不完啊。那哪能一样啊？知道错了吗？你看我，我错了，这是道歉吗？对不起。那你知道错了吗？我知道错了。那你会不会改？我改。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？对不起。态度？对不起。啊？你干嘛呢？没干嘛呀。我都看见了，你快给我。啥呀？我都看见了，我刮胡刀，你快。给我，快点，快点。这我刮胡子的，你竟然让他刮腋毛。我没有腋毛，我逗你玩呢。你都刮干净了。真的没有腋毛。我认识你这么久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个有腋毛的女人。女朋友太粘人是什么体验？你在干嘛呀？我在厕所，能干嘛？我拉屎啊。我来陪你了。我不用，我拉屎，你在这我怎么拉？我拉不出来啊。你可是你都进来两分钟了，你都不想我吗？我想死你了。我大姐，我在拉屎，你赶紧走行吗？我是你女朋友，你拉屎我都陪不了你，我还有什么用呀？我不走，我就在这陪你。大姐你快走吧，我这你吃吗？我不吃，我拉屎呢，我吃什么吃啊？你快走吧。你干嘛弄掉了？你不吃我吃。哎呦我的妈。拉吧！我瞎怎么睡着了？睡不着怎么办？下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快！给你买安眠药来了。